大家看这家手机店。大家看，这有一家温州传新传讯。大家看，在老外的商店，这个 OnePlus 就是我们中国一个品牌叫一加，这个手机450美元。这是我的手机卡。大家看，我的手机漫游过来以后，直接到了美国这个 AT&T 的这个电话公司漫游过来，但是我收的信息都是我们四川的这个电话信息。你看